现在经过我们感谢台哈，是我们新竹中山堂由我们卢建豪主任委员带领的60位神教神将以及这个电子车啊，来这边哦，跟大家来站近哈，来跟大家认识哈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我们一台一台啊，感觉非常啊优美音乐这个重音的好朋友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全省各地的这个圣陶啊，又回到我们展现台上啊。我们请我们管理人挥挥手跟大家致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给管理人一个热情的掌声啊！管理人，为了要让我们整个中元祭的活动啊，越办越精彩啊，每天绞尽脑汁，明年一定有更棒的活动节目，所有的年轻好朋友开始准备了，活动你的双脚，好好的练舞啊！明年来我们的感谢的前面，好好的比赛一场，大家加油，好不好？国父孙文孙中山先生，啊，伊的这个名文称哦，代表是裕盛帝君呐，哈，我看到裕盛哦，我想到我的师父总干事哦，张家公就是个儒才家的祖师，代表让我很期待，我们大家要对，谢谢。
堂来刘建华主任委员，把那个主席请那个国库专员孙中山，好，谢谢杜家杜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掌声，感谢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再次感谢新竹中山堂，好，咱卢主任委员哈。